喺度做咗十几廿年，第一次线人啊！紧张。Hello， 导演啊，生日快乐！系，唔该。因为寻日我个 friend 都有去睇，咁睇完之后咧，佢都话 good， 佢都话 good。导演呢一铺掂啊喂！唔知道导演啊有冇咁嘅意思或兴趣啦？系啊，同我一齐合作一部可以啊？吓真噶？但系呢啲片酬唔好咁高喎。我经理片酬高嘅，唉，有商家咁嘅。Yes yes， 但系今次呢个咧系蜜糖嚟嘅。咁我partner咧都睇过部戏，咁佢就话：诶 ，OK， 其实我哋都可以用咁嘅方式，唔会好 hard sell 咁样嚟带出个蜜糖咁样啦。系。但系咧，我又唔想同林德荣拍。呢个可以倾嘅，因为个故睇下个故事点样玩咯。系，因为每次啊睇到即系有佢嘅戏啊，你知啦，佢好鬼多 haters 噶嘛。系会有嘅，系好多黑粉嘅。系啊，啲黑粉黑到真系啊！哇，我惊连我 brand 都黑埋，呢个系我抗身啊！今次同佢拍。啲人都黑埋我添啊！系啊，咁衰啊！嗱，呢个你唔好同德荣讲啊！冇，因为如果佢问我点解我投资嘅呢部电影冇揾佢做男主角，咁我就话系导演嘅决定 ，OK 嘛？咁啊可以嘅，咁啊跟翻剧本去行咗咯。你知佢啦，好浪礼噶嘛，个个角色都啱佢咁样嘅，系咪先？佢又话诶，阵间又可以做恶霸啦，咩打拳啊，老三点啊咁样嘅嘢。你揾戏客串下咯，都冇啦。我谂住咧，我嗰部电影咧系完全冇林德荣嘅。啊，完全冇林德荣。你有乜故事咧？未谂到喎，不如听下我 partner 点讲啊？喂。啊，哦 ，OK。啊 ，Hello， 你好，哎，我系 Matt。啊，导演你好。哦，这个题材让我想象有点诡异，这样子。OK。我谂住请刘德华啊、林志玲嗰啲啊。搞大啲咯，不如刘德华或者系周润发都 OK 嘅。古天乐啊，古天乐得啊，但系请嗰啲咁大卡士好贵喎。应该啊，咁你嘅 budget 系点啊？你嘅 budget？ 我 budget 得80,000蚊。80,000啊？啊，80,000蚊应该都有得搞嘅，我觉得。真系啊，可以请到古天乐、刘德华、周润发？应该请到嘅，应该请。哇，导演你真系靠你啦，咪讲笑。翻嚟冇咗啦，你翻嚟中国人嚟噶？死咗啦，翻嚟，仲俾你两个激死咩？真系80,000蚊拍你发梦啊得。导演你嚟麦，我要先人。啊 ，OK， 请佢把声，做咩有个中国音嘅？我唔似中国人咩扮？好差啊！导演你俾啲时间我，措定先。讲咗啲唔好似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。何止一啲啊！我都要考虑下，都唔好继续同你合作而家。导演听讲啊，过年之后你揾荣少啊，有大计倾。系我都有讲话，尽量揾你客串咯。我讲。导演喺度兜翻啊，兜啊，死火啦！呢铺就慢慢兜翻。导演。